这里怎么这么乱呀？原来是巨人僵尸又来捣乱了，看，把彩虹塔弄得到处都是，还在搞破坏。这样就可以了，我们再到下一个地方去。巨人僵尸把彩虹塔踢倒、弄乱，然后就离开了。呀，这里怎么了呢？这么乱，看来我要把它收拾一下了。小猪佩奇决定把彩虹塔再重新装起来。紫色、蓝色、青色、绿色、黄色、橙色、彩虹颜色还缺什么颜色呢？对，还缺红色，也就是彩虹塔的塔顶，红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。这次我就在这里看着，我看谁还来敢捣乱，把彩虹塔再给踢倒，我可不会放过他的哦。勇敢的小猪佩奇。